在旁边没细节，赤野怪把 Q 交了，在那边罚站八秒。哦，但还是有推球的机会吗？推球推到，但 BD 看到了嘉文，也看到了红 buff 在 Blame 手中脚闪。打了三场，终于有一把是打野先来了，是直接靠过去要三 buff 开。但娟举看起来想在下半部取得优势，不断在推线的同时，下路也打了起来。感觉下路赢的队伍就可以守住下半部的野区哦，一直对。哇，那可立特这把挺亏的了，是，毕竟没有红的李信做不了什么。我要直接打吗？嘉文帮挡，有嘉文在呀。是 EQ 直接串过去，是串到了没有闪现的 BDD， 再一个普攻、okay、就可以直接敲死。被留住的可以的，也很危险，差一招的血量。哇！原来入野自己家里也没野怪了，只能往下半上半部进攻。而在下路的子弹是被控住，加了一个进化的 Lula， 想往前持续追击。的优势直接。夹上来啦，这画面有点相似 Forge 知道只能往前压一下小兵，看一下小兵能不能不进来，但小兵很无奈的只会向前行，扛了一下 Forge 选择正面的单挑，要来换一下，看一下把 Risco 人都给拿下吗？没有办法，可以阴影很多这种途径的能力啊。是，哎顶到球果被打掉 Blab 只能从窄口走出来，有个 EQ 先交一个闪现，没看懂他刚刚为什么往空处 Q 了一下，被抓到手抖了一下。哦，陈正威睡到嘉文的 EQ， 但瑞空从后面来，李信也跟着杀上来、哎。不过四个人的 C 九直接压掉了 BDD，、哎、再一个闪现的佛晓盾级 ，Life 也被留住，能过墙跳跃吗？我跳跃的同时，子弹跟着飞 ，Double Kill get 到 Sven。是，确实这把的话，发育是被拉了很多。来看一下四打三呢、啊，这个夹击速度有差，好运姐的优势在这里打出来了。跑得真的快，你线路有优势。感觉这边应该是雷欧娜玩的好。这波应该是知道 BDD 没有闪，然后他还包过来要来吗？哦，好像可以，鳄鱼的状态很好，是，但是可以不没魔的，而且近的位置说起来有点太远了，速度又跑不上，比不上好运姐。没事，就也不怕，也不太怕罗伊前面两个。哦，海克斯闪现下来的 Vulcan， 一个是阿娜抬到沉睡梦隧道，不过 Vulcan 还是开住了，被睡着瞬间的 Vulcan 有点危险，血量直接被死神龙白尾串烧给串死。他海克斯闪现下来有个眼，对，但是我在想 Purse 的推呢，他刚从头到尾都没推，他是不是先用过，先推兵去了，其实如果帮忙推一个还有得玩，而且画面回来娟举直接摸到脸上交了闪现、哎、能躲 Q 吗？躲不掉，红 buff 太缓了，直接被缓到死。是，就嘉文确实是要往中路走了，但还是太慢了、哦、这隧道有机会吗？没有 Q， 我、哦、闪现再逼一个 ，GC9 这些至少是可以做到更多的这个护甲层推进哦。来到了中路想抓，推球推到，超能解放打点燃，但是伤害都不够 ，BDD 没有倒地，是这个有 BDD 的一些护卫感到了。四人转上，这个是蛮有趣的，没怎么看过。要抓盖了一个大，但鳄鱼。整体看起来是赚的，但是经验上我不知道有没有赚到，因为确实是两个人抢经验。我这里要打 Rico 一个扛三个、哦，搭配了一个瑞空的进场，这边的伤害过高，直接是把 Vulcan 给击杀了。不过随着推完塔的 Zven 以及跟着 Forge 要来夹击，被留住的娟举成员有点危险，可以的摸了眼，赶紧撤退。BD 在远方，子弹一炮准备进来，哇，狂风之力贴近 Q 技能弹死。这边再一个扫射加闪现的 EQ， 这边的 C9 要在上面的团战打出一个完美的开局。经济不得了了，已经差到快3000块了。看一下这波红 buff 引来的这个仇恨，这鳄鱼扛了挺久的了。对，但就是最后面大家来到这里被推两个串三个、啊。哦，哇 ，BBQ 是大串烧啊，原来是 BDD。可立的在雷啊，阿 Q Q 空了，然后给对面溜了，对，后面狂风之力，子弹赶到这里，他技能没怎么放的，直接 all in 就是把对面给全部灌死。是，我不过这里要抓龙的机会是有的，
看到了 Forge 直接踢上去，瑞空开战要留 Forge 被留在了原地，但两个人的伤害点燃下去，对面有不朽盾攻，还有个大绝直接拉开。我继续蹲点，小龙已经拉了出来，军卷人员确实要针对小龙来去做最后的一搏。鬼斧这波有点强哎，是柔一疯狂的 poke， 致命伏笔，远程的 poke， 鳄鱼变大，这边做一下骚扰吗？哇，军卷把龙给拿了 ，C 九不是滋味，但也不能出手。反正丢到就是绿的这边，是丢到了，半血了，丢了个大的。华丽炫目开启，瑞空直接登场，直接进去，只好御姐被秒了。中间的位置 ，Forge 跟 Risco 的对打 ，Risco 看起来打不太赢，不过前方的位置已经被打残了 ，Pugs 推两个，但 Clid 跟着进场，被加文的一个给串起来 ，Pugs 致命伏笔，被留住的是 Vulcan，Vulcan 交了一个闪现，加文选择进场，但队友没得跟。后方位置 Forge 成功毙掉对面的 Risco， 但前方位 Blaber 已经是一个人撑三个，撑到了最后，但没有队友可以跟他承受，不然还是睡到。被留住的 Perks 只能仰赖 Forge 能不能持续的支援，但上半部接了闪现，一直被跑 BDD， 只能再睡，留住闪现的格雷夫被睡在了原地，下档给到了 Life， 这波致命伏笔的目标 ，Perks 用走位躲掉，就是怕输想赢，哎，两回事，怕输就是真的是很容易，你会打的不像你啊，就是可能你那个时刻你是自己要冲的，但大家都说退退退退退，拉拉拉拉拉这样，对不对？对，你会失去自己的判断，然后你也很容易会做出一些很丑的 play。是，对，哇，而且确实在这里睡，在这里给进吃招，这机会都是别人在丢，你就没有任何的手段。对，就不应该是这样子。是，上半部拖住格雷夫的 Risco， 虽然是被单 solo 掉。但前方的位置也没得打了，嘉文打了半天，后面唱 recall 人员想回来救。我觉得鳄鱼是关键的啦，他一定不能让格雷夫来到这边战场，因为格雷夫是现在这十个里面他是最强的。但是当格雷夫能够进到这边战场的时候，他队友已经倒光了，是他这边是一打三，他没办法一打三了。哇，所以这边说实话，这鳄鱼也是哥也是默默的在付出啊，为了这个家是。靠着一个人默默的付出，画面没有看到在左上角、右上角那个对局，下面很激烈，但哥也是扛了很久。格雷夫光打那个鳄鱼打了四五千，那 C 九做得到吗 ？C 九现在确实是有点惧怕于这开战失败的一个后果。TP 来了，要抓的是上半部。Forge 虽然是靠着一技能想滑，但被神龙摆尾加上瑞空的大绝给控到死，四个人夹直接夹掉了 Forge。不太敢再往前走了，消失在黑暗之中。在哪里呢，李欣？应该是走到红区去了吧？是，究竟在哪里？前方位置，李欣突然出来了，直接抓到好运姐，把紫薇给秒杀。这脚我看过 ，C 九好像也是有做过类似的效果。嘉文进场，但没有队友可以跟上，嘉文的 EQ 撤退，在塔前还是被打掉了半管的血量。右边刘娜已经开始被狙了，这是自发自中吗？来自了撸了死哥的狙击秀，哇，锁烂。剩下的成员能跑吗 ？Forge 被三档给抬到，又是李欣的一个进场。左边的 Blaber 只能赶紧唱 recall， 但格雷夫还在输出一打四，换掉一个打野。曾经深深的痛，现在 C 九尝到这个李欣踢。前面的状况是经济有优，但都不敢开了，何况是现在。来看一下这波绕了一大圈，直接看到紫薇摸到后面踢到。这也太大意了，他们看到李欣下意识就觉得李欣只会往右边撤退啊，完全没有想过李欣还有另外一条路。画面回来，嘉文被开了，正在最前面的位置就是有瑞空的进场，搭上李欣的神龙摆尾，连续的一个 combo 把 Blaber 的表给逼了出来，在空中跳跃的瞬间已经在空中阵亡。后面的位置瑞空再次的抬是逼出了对手的闪现， Risco 也从后面的一个包抄，想边拉边打的成员可能都要被捐举一个个给收下。鳄鱼来到了战场正中央，准备要来收光对面所有人，而紫薇这时迟迟的赶到，可能是很难救援自己的队友。看一下，只能一加大绝了吗？没有办法，他来的同时队友已经全部死光，自己只能赶紧逃命。这把的紫薇全部的子弹都吃完，一个一二三三，要准备送走 C 九，心态都没了。我来了，队友死光了，然后我也走不掉了。是这场的比赛，娟具在落后的情况下屡战屡胜。准备要带走 C 九，以3-0的成绩结束今天，就是气势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他们已经先听牌了，所以他们在落后的时候打得不急不徐，就他们打的还是有张有理，然后反而是 C 九在
取得优势的时候，他们打得畏畏缩缩的。没错，哇，那这场我们要恭喜娟姐，在今天的对决以3-0带走了 C9， 晋级了在下一周四强的一个赛程了 C9。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我是夏安。让我们恭喜 GN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也请到了上单选手 Rascal， 先向大家打声招呼吧。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먼저승리축하드립니다，여러분께인사부탁드리겠습니다。안녕하세요，젠지의탑라스칼김광입니다。好的，也是欢迎 Rascal 选手。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今天非常顺利，3-0终结了比赛，而且现在也是确认 GNG 晋级到了四强的对决当中。所以说现在心情怎么样呢？对今天展现出的竞技力还满意吗？3-0으로깨끗하게승리를가져오셨는데4강진출확정되셨는데요지금기분이어떠신지오늘경기력을만족스러우셨나요일단은3-0으로이기게돼서너무기분좋고사실경기력같은경우는저희팀은너무잘했는데제가좀첫판은잘못한것같아서네뭐첫판빼고는뭐괜찮았던것같아요那其实首先我们3-0非常顺利拿下比赛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说到今天的竞技力的话，我觉得好像第一局我是没有打得非常好，但是我的队友们大家都打得实在太好了。然后对于其他的两局比赛的话，我是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么说到今天的比赛，我们感觉 C9 其实他们拿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选项，比如说第一局的中路亚索，或者说第二局的上单石头人。所以说想问一下，当时我们整个 GNG 队员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有没有预想到对面会拿出这样的一些 BP 选项呢？오늘경기보면사실상대방이야소마을파이트같은엄청깜짝픽이많이나왔는데혹시반픽단계에서팀내서어떤좀예상을하셨는지어떤반응이있으신지여쭙겠습니다저는일단탑으로만보면은일단첫번째판은상대가자르반탑을했었고두번째판은말파이트를했었는데사실다예상은못했어요 那其实就我一个上单来讲呢，对面第一局是直接拿出了一个上单皇子嘛，第二局也拿出一个上单的石头人。就我个人的角度，我是完全没有预想得到的，但是也能感觉到 GNG 的队员们也是很好的处理了对面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个 BP 的选项。那么再说到第三局的比赛，其实最后你们在吃掉大龙前中路的那一波团战是让人很印象深刻的。当时 K 的选手的一个盲僧也是找到一个完美的角度进行开团，所以说能问一下当时对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呢？사실3세트에서바로먹은전에미드한타점이엄청인상적이었어요그때클리드선수는리신로좋은인류식학을보셨는데혹시그때팀내에서어떤콜을하셨는지여쭙겠습니다일단태민이가혼자뒤를돌고있는상황이었고태민이가그상황에서저희들한테인지를시켜줬고처음에걸렸었거든요처음에이제상대가그래서태민을쪼이고있는위치였는데태민이가완전디테일하게미드에서시야보여주면자기가미스포춘찰칵나온다고이제미스포춘시야보여주니까바로미스포춘토스해서이제되게태민이가엄청잘했던것같아요那其实当时我觉得那一波团战是整体是 K 的选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判断，他也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然后呢利用了自己的一个盲僧的大招，完美的是踢回了当时的对面的一个 AD 女枪，然后把女枪踢回之后，我们能够很顺利的先秒掉女枪，然后接下来为我们团战的胜利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说在我看来，那一波团就是我们的 K 的选手是发挥的非常非常出色的。但是整体感觉今天的 GNG 选手们也是状态火热，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四强也要面对上 EDG， 所以说对于半决赛和 EDG 的比赛 Rascal 选手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期待呢？사건은 EDG 랑 부들컨데 혹시 EDG 전에 어떤 기대가 있으신지 각오 들어볼게요일단 개인적으로는 이제 중국 탑 선수들 중에서 일단은 플랑드레 선수가 되게 많이 거의 제일 잘한다고 생각을 해서 일단 되게 기대가 되고요뭐 EDG 전에는그냥저만좀잘하면은저희가충분히이길수있을것같아서네저만잘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在 LPL 赛区的一个上单选手中，我觉得EDG 的上单 Flandro 选手，我觉得是打的最好的选手之一。我觉得他是个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那么我觉得在 EDG 的一个对决当中，如果我自己好像能打好的话，我觉得我们是还是有信心、有充分的可能性能赢下来比赛的。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看我能不能在下场比赛发挥得很出色。那么也是期待接下来看到 GNG 和 EDG 的一个精彩的对决。다시한번送你축하드립니다감사합니다让我们期待半决赛的精彩对决吧，晚安。